岩井流体会产生这样子啊，它的法字是这种写法，仔细看，三点水，好，现在是这个东西这样子，现在上面这个，这个都还跟正常的一样。这样子哈，这里比较不一样哈，先写一个短撇，写一个中心点，好，中心点，好，再写一个垂点，这个是原有特有的那个造型。我另外有三。